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本来那个预定是要直播那个三峡那个机场那附近哦，但是我突然间发现啊，轨道上面有人在施工啊，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这个。那轨道施工的画面啊，很难得看到这种画面啊。啊，现在正好是这个车水马龙哈。上班时间哦，好啊，然后他这个那个三阴线哦，横过那个国道三号的画面哦，那他这一段我刚有拍前面那个部分哦，他大概就是。目前铁轨铺到那个妈祖田前面那边哈，还没有到妈祖田哈。我看到的画面是，直到那个妈祖田那边而已，哦，还没有到妈祖田呢哈，就是在这个。你现在看到那个模糊的那一站哦，就是妈祖田哦，第二站啊，然后铁轨大概就到这边哦，但是看起来是前面那一段哦还没有铺哦，就是铺到目前这个桥墩这边哦，大约到这个铺到这个桥墩之间的哦。的前面而已哈、哦，然后它这个有铺轨道的，它这个画面看得很明显，就是有一节一节这样哈、哦。这个应该就跟上次看到的不太一样哈、哦，而且这边还有轨道车哈、哦，用手压的这种轨道车，这个小时候我有玩过这个车哈、哦。我不是说我小时候住在花莲的时候，我们家隔壁有一个台铁的列车长，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外是什么时候跟他一起去那个哈，好像也不是嘞，就是我们有时候我印象中我有去过那个火车铁轨哈上面哈。然后有摇过那一种轨道车哈、哦，是不是台铁的我忘记了哈、哦，也有可能糖厂火车铁轨也有可能哦，因为那个我们在屏东那边也有在那个糖厂火车的铁轨哈、哦，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活动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哈，就是我们会去那个糖厂的铁轨哈，拔甘蔗。好，那个小时候真的是没有电动玩具这种东西可以玩哈，但是有很多别的东西呀哈。那个糖厂的铁轨哈，会载那个甘蔗经过嘛哈。然后没有钱买那些糖果什么的时候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年代的小孩就是这样哈、哦，就算好时间大概什么时候火车会过哈、哦，就去那边等火车来。那个对小朋友来讲，那个
糖厂的火车速度还算蛮快的哈，但是对国中生、高中生来讲就不算，哦，不算快了哈，但是也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哈。然后时间到就在铁轨旁边哈埋伏，哦，等那个列车长那个第一节火车厢过去之后，大家就冲上去哈。开始拔甘蔗，哦，有时候那个甘蔗车会慢下来，哦，就冲过去拔甘蔗这样，哦，但是我都是在旁边看，我都不是拔甘蔗那一个，哦，都是别人在拔，哦，好，因为今天这个上班时间，哦，到下面那个车子还蛮多的，所以我尽量飞在这个靠山里面的。你看这个长寿山这条路也是很容易塞车的。哦，白色的这个是好像是梧桐花还是什么什么花哈，哦？这个是五月雪啦哈，哦，所谓的五月雪的那一种植物，好像那个西湖哈，哦，苗栗西湖那边很多这种植物。哦。那，啊，这个铺好的好像下面跟这个还没有铺好啊，没有，这个好像是在准备要煮馍要灌浆的，好像就是那个齁，哦，现在我才看懂齁，哦，它这个已经铁轨好的这个部分齁，哦，下面就有那个应该是RC的那一种齁，哦，有点像那个钢筋混凝土的那一种哈，可是用那个铁轨在上面可以撑很久哦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啊哈，就是钢筋混凝土上面在垫铁轨的样子哈，可能现代有别种那个电铁轨的东西哈，哦，可以让那个下面哈，哦，那个RC不会碎掉哈，哦，有可能是这样哈，哦，有啊，这看起来很明显哈，哦，就是准备在煮馍哈，哦，要灌浆的那种感觉哈，哦，然后最上面才是铁轨，哦，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再问那个有一个。晚上，哦，专门在拍那个铁轨作业的那一位朋友，哦，到时候再问他看看，哦，因为我现在是在位置是飞机的位置是在山上，哦，所以不敢飞太低，哦，因为这个树木万一卡到的话就是下来了，哦，啊，我也不太想飞到那个上面去，哦，因为下面太多车子，哦，不太想横越过去啊，哦，不过看样子这个应该是，哦，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，哦，应该没错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应该是铁轨的下面是刚好哈，哦，在做那个煮馍要孔阿蒙头啦哈，哦，用台语讲比较快哈，哦，就是准备哈，哦，煮馍啊，下面要做那个灌浆啦哈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感觉是的，哦，所以他们这个应该三更半夜做到现在啊。我早上好像5:30出门齁，
然后骑到第一站那个顶埔那边的时候，大概6点出啊，哈，我已经飞完两趟了，哈，在三趟，哦，下一次我来这边的是说，下一次应该看不到这个工作的画面哦，这个可遇不可求的画面哦。因为他这个应该下一次来应该就做好了。这边看能不能飞低一点，飞到这一棵树的上面。好，来这边，好像比较靠近一点哦。好，这样已经这一台小台的哦，放大到最大画面哦。因为现在上班时间，下面那个路哦，车子还蛮多的，长寿山路哈，不是长寿路啦，长寿山是长寿山站啊哈，这个是下面这一条是长寿路了哈。哦，没错哈，它这个。明显就是有钢筋嘛，哈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做那个铁轨下面的，哦，铁轨把它垫高，那下面绑钢筋组膜，哈，啊，然后要灌浆这样，哦，原来这个捷运的铁轨下面，哦，对哈，也不可能了，哈，不可能像那个火车铁轨，哈，在郊区。下面都是垫碎石块哈，那这个铁轨都是下面都是那个哦灌浆哦完整的那一种RC啊哈，RC灌浆出来的哈。所以他这一段也是做到这边而已哦，啊，不是，他这个灌浆灌好的部分哦，已经到这边来了哦，好，灌浆灌好的部分已经到这里了哦。这边后面的那些好像都好了哈，对了，后面的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就轨道的那个铁轨下面的那个哈都已经好了哈。哦，还有不太一样的呢。等一下看能不能换地方啊，哈，好，过去这一站就是长寿山站哈，待会我们在那个横溪那边再来看看哈，横溪那边我还会再直播一次啊哈。你看这个长寿路哈，它这个上班时间大车小车哈一堆啦，然后这个
土城三峡这边哈，因为也是有很多建设在做哈，所以这个卡车还是相当多哈。你这样看有没有卡车、货车，哦，都很多啊。哦，这个绑钢筋的部分，哦，还没有灌浆的。威奇早安，煞老早安，留学欢聊，皮蛋聊，早安。LLAIA， 这个拍。拍那个，在拍那个这个山阴县的这边工程的，好像就是他的那个的 ID 有点像他的皮蛋，只是说他的那个照片是好像是深紫色的那个画面哈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哈，在做这个哈，这么多人在这个捷运上面施工了哈，哇，快没电了哈，先回来了哈。那其实我离这里是很近的。你看这国道三号的车子也是一堆哈，OK， 谢谢大家好，那这一节直播就先这样了哈。待会还会去长那个三峡机场那边的哈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